看一下嘛。有饮料。法师长什么样子啊？敦敦敦敦长这样。法师，法师，法师，你身上有什么？基础定雕啊！感谢礼物。昨天是长到是不是？好，长到。对，边，对，昨天放哪比较好？钩锁，钩锁哦，这样就好了。哎、欸，我钩锁了。为什么已经两颗星了？啊？因为一开始的关系吗？哦，他今天怎么办？这里完了。肚子不饿吗？减肥就不想吃嘛？不想吃，你要去点名啊。可是就不想过去啊。我要做。雷锋。对哦。哪边可以爬上去？哪边可以爬上去？这边不行。上咯。这里应该可以爬上去啊。哦。嗯，能不能把桌子搬到外面来啊？讨厌，不行。QQ， 哦，这里上来。嗯，怎么又是绳子、黄石粉？好吧，你又要找什么？没有，我再找看看。那些特殊地方上面有什么东西？哎呀，哎，那钩爪可以当武器哦。哦，法师在哪里？嗯，怎么星星越来越多啦？对啊，怎么星星越多了？哦、啊，费费嘞，怎么那么多？蹲蹲身上好像有，这里有人，好，就你了。居然打输他！你跟谁打架、啊？警察、啊。哦，打警察？对啊。啊！这游戏里面有没有蜂蜜跟柠檬啊？可不可以不要在我家把我家封起来？他爬个楼梯才能回，他爬桌子才能睡觉。我要去你家，这比较好拿、啊。我要去比较好拿呀。对啊。谁啊？法师，我还不打你。为什么你家是长这样啊？你是住一起哦？对啊。嗯。啊，那这样搞一个人会搞到两个人。对啊，所以不要搞吧。哎、欸，法师，铁丝。没关系，搞了。这什么也搞定。哎、欸。点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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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名。我找不到那个啊。你要到你在二楼。不是、啊、拓印的东西，拓印，拓印的，拓印，拓印，拓印，哦哦哦，滑石粉跟那个，滑石粉跟胶水，滑石粉我不是，我不是丢在一楼吗？牙膏跟滑石粉吧，不是吗？不是不是，滑石粉跟，是牙膏吧？ 是牙膏吗？我看一下，有啊，牙膏有也有啊，有啊，二楼啊，我找不到滑石粉在哪里，滑石粉我丢在餐厅，我丢在餐厅了、啊，哦，哎、嗯，痱子粉跟这个。一楼餐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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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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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等一下，等一下，我丢个垃圾。二零，好了，我知道了。飞哥，哎，就，哎哎。呀，要滑手机。冰淇淋也会开吗？啊，我是后补，替补名单。
防心好高哦。甲方，我们房间还要这样进去是不是？有人刚这样搞我。谁呀、啊？没有，那样子比较好翻东西。是是是。你们那个双人开的有看过有没有？还没。来看一下。然后去开啊，在哪里？在五楼。五楼。五楼。嗯。五楼，然后往上走。啊，不是过一天抽箱子应该会重新那个吗？不是一天，是两不知道几天，他才会重整。啊，不是一天。我要变魔法师啊！叮，魔法师，我可以拿魔法棒。哎呀，好棒！棒，好棒！电路板、木栓体，跟地上吧。解谜好像是吃早餐吧。等下是自由时间。啊，自由时间。嗯。几点吃早餐？七点。哦。嗯，找个武器，可以当武器吗？不行。哎、欸，不是要做吟游诗人的任务接了吗？谁？我吗？你啊？对啊，我没接啊。你现在可以先去接啊。去哪接？不一定要工作，不一定要工作时间才能接啊。上楼二楼。啊，你说吟游诗人啊、哦？嗯。对啊。好好好好。这边一个人呢是可以做护。这是六楼，干嘛啦？偷打一下，我智力还不够，我再去智力一下。还不读书啊？再不读书啊？你就不想读书？钩锁很重要，那你把东西带进去。钩锁蛮重要的，很多东西都要用钩锁上去。这里蛮多东西都要钩锁。嗯。上地方可以勾哪里呀、啊？这里记得有地方可以勾才对啊！到这里，他墙上那个洞就可以勾住。啊，没有啊！你要看上下楼的位置，你要看上下楼的位置，从楼下勾上去是不是？对，从楼下。那个四楼的阳台可以勾上去哦。四楼阳台，四楼五楼中间的阳台可以勾到六楼。刚好看一下。嗯。八点吃早餐啊？还行。四楼阳台。对，因为都五点吃。还好啦。四楼阳台哪还是五楼？忘记，你看人家再上去一层。四楼，滴滴滴，哎，怎么打他不理我？哎、欸，没礼貌。哦，这里哦，打你一下你要理我？哎、欸，打你一下你要理我？哎、欸，不鸟我，不理你，就是不理你耶。哎，这是谁呀、啊？好喜欢，也很画很累，都不上字幕画了，好快。不上字幕很快就上完就剪完了、啊、上字幕就超累，毕竟讲话都是钩锁是什么行吗？工作时间吗？不，工作时间我要去打人。所以那个工作是要打人是不是？没有法师你在哪里？法师担着他的任务。哈哈啊！我被法师打死了，可恶！我的魔法棒没了。你在哪里被打？已经被捡走了。不是，我可以帮你扁他。他已经进工作的地方了，在底下。啊！我死了，你好了没？有事还没接、啊。有事不讲话哦，有事不理我。那什么？我还没，我还在练那个智力。
想跟阿二抢工。换你接啊！没关系没关系，我想做阿二的工作。哦，做什么工作？忘记了。哇，又有人要被抓了。疯！什么不是我啦？没有啦。工作是不是在一楼啊？工作一楼，对，都在一楼。三个工作在一楼，火把那个我不确定，也是在一楼。我看到了有人在做，啊，应该是拉尔喵哈吧。拉尔，哎呦，你不能这样子两个火把喵哈。拉尔是石工吧？对啊，中间这个是谁？拉，拉石工啊，我想。忘记我要怎么喝饮料。我个梦想啊，这是马蹄铁啊，阿尔是这里。要怎么喝饮料？我忘记。喝饮料空白键，白键放在第一个空白键。哦。警察大人，不要喵他点火吧。妨碍别人工作可以不用打工，用对话拖着时间够了。哦，也是个方式哎、欸，对耶。哦，可是我不想要打他，把他打到那个、啊，打出去了呀，打到欲罢不能，想扁啊！他工作只要没完成，还是就不行吗？他就是没有工作到三次，就会被离职。我喵好像工作完了，来做工。好了，我出来了。嗯嗯，看到哈，我知道了。哎、欸，对我还没去点工作时间呢。好，我去。警察大人，我可以打你吗？我打我妈妈。吃饭，点名，点完名了，我要去打警察了。我要打警察了，抓贿赂吗？然后看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吧。小林，贿赂他会给我们拿他身上的东西吗？感谢学妹，不，他就是比较不会去指。哎呦。Hey, 对讲机手套青色钥匙衣服给我手套给我对讲机耶对讲机有什么用啊是不是能知道有什么标准好这里不太妙我要先躲厕所了锻炼时间走去锻炼咯目标已倒下，那个目标已哇！警察，你怎么突然打我？不要！你长得太像哈基了。哈哈哈！你怎么突然打我？想打哈基？打你！哇！警察都凶啊！不！躲快走，快走！没事。警察，他就在里面，要被骗了！这里！没有，没在这里。刚好是淋浴时间，我就躲在这里就好了。再去上楼，再。还是什么时间工作吗？好像是。去玩，不知道哎。好，没关系，就是要赌。噔噔噔！哎，所以钩爪是多少智力的？我看看，爪钩爪60、70、70。哎，哦，那七啊，
你体力不行，算了，爪钩加绳子。要来抽奖喽！抽奖啊！奖！嘿嘿嘿！做工作工作！啊，我要打老喵啊！打喵哈！好了，抽奖开抽！法师在这，我要帮你打吗？跟他讲话就好了。干嘛？控制住他，不要让他去工作。好，帮你控制他。他在哪里？他在二楼，在二楼，二楼楼梯口。二，哎，真的哎，哎、欸，阿尔，你今天长得、欸、在这边打了、哦，变态。今天长得不错，变态。昨天长得不好，变有化妆啊。啊，不要变我。哎呀，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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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